100%，我懂你。哎呦、哦，他如果血量稍微多一点点的话，这一波真的不好说，有机会反打的小五。这一波挺悬的，说实话。嗯，先丢一个兄弟。嗯。处事不利啊。先给你拿一血。只要航航没有拿车、嗯，他的队友还在更南部，有可能逮到。围点打圆了呀。有可能逮到，现在完了，鸡哥没了，鸡哥直接被烧了。没办法了，溜了、嗯、放弃啊、嗯、放弃放弃，这路途太远了啊，这个圈很极限啊，主要是这个圈啊，它也不是那种往南边的贴边切角，它要是往南边裂开哀嚎直接裂开、嗯、仿佛身临其境，他们还在场一样。对，哎呦，这边零度的话也被打掉了、嗯、哦，哇，只差一界，天路找了一个看似危险但相对安全的地方、嗯、进圈了。这边悟空的话也是被过路人扫下来，豪斯根被留住了呀。哎呀，这个空头，我感觉空头要背锅了，空头要背锅了，背一个锅啊，先背一个锅。你看空头就在脚边，你说不捡难受，边上站的人越多越是给翔鹿形成了保护伞。是的，反正你们要往我这个方向走，你们必须得要先自己打一架。对，还真不需要，这不够，还要来一只 KRG。嗯，前面扎进来，然后把萨萨给扶起来之后，现在要进行一波反推去清这边的 RBS， 侧翼的 New Happy 也是有一些。哎呀，烤了一波火。嗯。人总算是扶起来了 RBS， 接下来的压力是给到了天路。KRG 也是刚刚沿着天路的这个路线啊，然后往拍手这个方向去走，是的，直接被打下来一个，没办法，在没有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盲炸，只能够慢慢往里面去挤一挤了。哇，但他现在位置很尴尬、嗯、他车已经被毁了，他想再往遗迹这个方向走的话，其实这个过路可能要被打、嗯、而且他被抽的这个消息应该是被 RBS 给一时被夹了。马云龙的出枪，一瞬之间直接被团灭啊 ！KRG 被两支队伍夹住，圈形是一个左下的切角排水，先把金给两枪压力，马哥过来帮一手。是的，那边天路的匆匆啊，也是逮着一波机会刷了波伤害。哇，但是现在 RBS 压到近点的话很危险啊，都是残血，两个倒地的马云龙出来以后。能操作吗？没了，马哥也被一贝贝给放倒了。两 K 这个位置，利用一个窗口先点一波，但是中间有一些烟啊，主要遮住了自己的一个视线。你看啊，这边一动，天路也开动。对，偷家了，这边直接先把鬼屋抢下来，直到这边就只有一个人了，信息记得很全，三个人打协同。哎呀，这边的话 ，Pero 还是被。天路过来以后直接把家给偷掉、嗯、淘汰掉，确实压力很大呀，压力很大、嗯、独狼编制高点上面 TMA 的压制力很强。 RBS 虽然只剩下了两个人，他现在其实但是他现在已经拿了一个很稳的一个淘汰分数了。是的，五分了，对，基础分嘛、嗯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圈型对于他们来说确实很难打，左右都是人，这个位置再接着打。嗯、前面是在遗迹的反坡啊，现在是在这个小鬼啊他们这个防区下面的反坡，烟雾火，嗯，眼里有架枪的坦克，看看这个架枪的效率高不高啊。是的，由于在前面天路和 RBS 的一波近点的交手之后呢，身上所剩的这个伤害性投掷物啊不够多了。小童这里压力有点大，刚刚被打了队友，主要是在处理另外一侧、嗯、MCG Summer 那个点。马上就要五阶段了，身上还有五个包，但前面的这个大过点怎么过？因为响了枪的位置已经被爆了。他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可能两个人会拉过去收割一下，就是看能不能找到机会趁乱，趁自己脚边天路 MCG 包括 New Happy 这边打得很乱的时候，然后作为一个第四方切入。然后对面这个护岛的人还挺多。对。牛海比也被淘汰、嗯、天路也拿到了五，大家都不能上坡。好了，石溪一看算了，你们不上了，我也不拉下来犯险了、哎、直接上去打的时间有点长、啊、对、
就反正有其他兄弟嘛，也会打，对吧？没错，进个决赛圈打一打，万一吃鸡了多好。嗯，不要被眼前的这种假象，小毒小利，对这种假象给蒙蔽双眼。嗯，好，两个人的单挑啊，萨萨还是成功的将坦克给击杀。航航这个位置还有车吗？保得怎么样？好像不是很好，冒烟了。没了，他这个位置出去被抽，嗯，啊，车也没了。对。啊，小鹿这里因为 CTG 给的压力太大，开始有点离谱，对，是的，还没有开始好像没了，就感觉有点离谱了。嗯，确实可能 CTG 给的压力太足了，出不了那个烂尾房。不过这也说明 CTG 的一个站位啊比较聪明啊，我不给你这种强行去对枪的机会，然后打你的这种跑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过点。是的。你看，实际上你坡下的人打赢了，最后的胜者肯定锁定对方石头后的一个位置，炸一个满血的。他如果是右边这个石头，匆匆就嘎了，就嘎了。对，再来，哎呀，但是距离有点远啊。他主要是啊，实际说那个位置其实扔雷不是很好扔，他稍微扔高一点的话，可能会挂这位三男一车贴小鬼的底坡。速球倒地了。哎呦，这边小鬼吃到一颗王骚骚的手雷以后，现在十七反而变得比较难受，缓解了天路的尴尬。两个方向都是遇到人数比较多的队伍同时进攻啊。是的，主要是速九倒的时候时间节点很难受，让十七。是。而且现在十七受的这个位置还撤不回来啊。嗯。封了自己的侧身烟，挡天路，然后利用树啊去规避掉 CTG 的一个枪线。是的，因为他现在只能看就是 CTG 和天路，因为 CTG 肯定也是要先打天路才继续往上推的，他是有一个圈边缘可以踩的，圈继续往南切。石秀只能自己想想办法。骄阳，哦 ，TMA 牙皮的出枪，匆匆先被放倒，这个位置没法扶啊。是的，现在实际上是找机会赶紧去跟队友汇合，但是脚底下还有一个王骚骚，嗯，是一把 Groza。我们知道 CTG 一局是有两把空投枪在身上的。对的，一把 AUG， 一把 Groza 啊。嗯。哦，北边的话是天霸和 DSS 的战斗啊。防区刷出来以后也是开车来到近点被闪按着，嗯，就看着我开枪啊，心情好了开两枪，说不定还有人头拿，视野之内皆为靶子。嗯，南北都是，嗯，哎，那比如说这种地形的话，是不是独狼还能找到点机会啊？但是小北现在先躲一躲吧，然后现在场上有两个独狼，一个是 Pig 男，一个是小北，对，还有个 Coco。小北的位置这个西跟西啊，是 CTG 肯定是有的，啊，这百分百，上面还有一个独狼啊，能在的位置就那么几个，嗯，而且现在从全景地图上面去看的话 ，CTG 他们抱团抱的还挺紧的。是的，现在的话，天霸想要上山，嗯，这条过，但扫完之后 ，Pig 男的位置还不错，还在圈内。侧翼拉出来五威啊，高点上面的一波输出，唐弟弟先被放倒。是的，这种高塔皮应该会比较轻松，很轻松，啊，而且还是一把 AUG，啊，对，非常稳啊，相当稳的一把枪，这明显是不大脚步稍微往上面拉。哎呀许生啊，我想补，我有兄弟，完了，兄弟赶紧过来帮忙顶一手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嗯，打好药了，出事了，丢视野了，牙齿也被放倒了。Coco 打两个，这一下让 CTG 盘活了。Coco 那个位置必须得要防守，看屁股的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边怎么还有买一送一？你看看场上是不是独狼笑嘻嘻？真是独狼笑嘻嘻。打着打着 ，CTG 成为了场上编制最多的，其他都是独狼。勇敢的说出来，没问题啊，悟空。是的，悟空啊，悟空毕竟是一个蹲的位置嘛。是的，他而且他一开始那个出枪，对方过来的话有脚步声，他先出来也是恭喜 CTG 在今天第一局开门红，拿到九个淘汰成功至今。